没关系，来抽吧，来，好，七，好，七号，来，打开七号看一下，大家。哦，公仔套装啊，这个刚刚不一样，是一个，这套装啊，就是套装的意思，就是剩下的都给你了，知道吧？好，好的，好的，来，这位啊，这位先生，好的，四号，好，选择四号，我们看一下，哎。爱音乐蓝牙音响啊，哎，这个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从哪里的？哎，直接就有音乐相伴了啊，晚上睡不着觉，在酒店里面开开就可以。来，好，这边三号，好的，这位小伙子选择是三号，好的，三二一，哎，公仔套装啊，就还剩了一些给你。这个小伙子可能觉得这个公仔套装倒有点不适合自己啊。好了，就剩你了。好，哎，你最后一个，你最幸运了。你这样，你把这个12589全撕开，你喜欢哪个跳哪个，好吧？全撕开，喜欢哪个跳哪个，好吗？你还真当真了哈？有这样抽奖的吗？好了，选二选一吧，好不好？二选一，好，好的。我帮你先开二，就二号，好，好的，三二一，哇哦！来一枪，要不要再试一下？再给你一个拆开其他的机会，要换其他吗？但是撕开那个，如果不如这个的话，就拿第二个了啊。他想再看一下啊，八号啊，那就是八了啊。如果不如的话就是八了啊。三二一，我看一下，哪个玩具？哇，还是蓝牙音响。哎，这样再给你个机会，你可以再开一次，要不要再开一次？再选一个，好的。五号，哦，太棒了啊！艾姆公仔套装就这个了，把这个给他啊，公仔套装拿给这位小姐。好了，再附赠一个蓝牙音箱吧，我觉得啊，对，再给一个蓝牙音箱可以吗？这个小可以哈。好，这样就好了，对，这位姑娘，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这位帅哥可以吗？好吗？可以吗？你说不要，懂事不懂事？好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其实，礼物是一份小心意了，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整晚对所有的小选手的支持。那么在他们上场之前，我建议大家再把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来送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参赛的孩子们啊。好的，也感谢我们的评委老师们。好，那么接下来将是我们今天这个非常隆重的这个颁奖仪式了。好，在颁奖之前吧，我觉得我还是想请我们各位评委老师，因为好多是老朋友了，其实关注我们这个比赛，每年都在这里跟着选手一起在这个关注他们的每一步的成长啊，所以也会对我们的赛制比较了解。那么也想听一下各位老师今年的这个比赛，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感受？那么宋老师您先来说。